那些被网课逼疯的老师。马上要到小三上课了，先注意好燃烧运动。哎呦喂，完了，那就他接你惊动了我。同学们好，我是你们美丽大方的罗老师。来，跟着老师一起哈，腿笔直打直，然后腰背挺直。来，喝水喝了。哎，妈妈等一下，喝水。喝水，你等一下嘛，老在上课，还装上呼吸嘞。哎呦我的妈！有人。哎，那个罗老师跟我连麦。哎，罗老师好。哎，罗老师，我刚刚看见你被球砸了，受伤了吧？啊、哦，没事。哎呀，怎么可能没事呢？一定受伤了。啊？哎呀，受伤了就要好好休息，不要逞强。你把学生甩到我直播间，我替你上课。哎呀，同学们，今天体育老师突然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可能连不到罗老师的直播间。同学们，拜拜啊，再见。同学们，你们也看到了吧？体育老师又生病了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只能我来替他上课。那现在把课本放到地里面。走。